开运8888，红包大放送，隆重登场！活动期间内，锁定每天晚上6点至9点的精彩节目，扫描荧幕左下方不定时出现的 QR code， 至悠悠 App 集点，点数累积越多，越有机会获得8888大红包以及精美好礼哦！2024春节一起合家观赏，其乐融融。龙年大吉，一飞冲天！今天大年初一 ，YoYoTV 精彩的节目有《屁屁侦探电影》《无理了》，我们这一家，神奇干妈店，欢迎光临，蜡笔小新电影，家吧，你一定会在这村子，宠物当家二，祝你龙腾虎跃，龙年行大运。悠悠 TV 龙凤呈祥，新春强档电影《龙底家神偷奶爸二》，《欢乐好声音二》，没错，好戏上演，《宠物当家二》，喂，哥哥，疯电影，你准备好了吗，小伙子？没问题，武器确认，不会尿裤子确认。欢乐好声音，悠悠 TV 陪您和乐融融过好年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好运来接龙， Ready Go！ 福气龙头来，快乐龙龙派，事事龙顺心。一条龙，蜡笔小新超强卡斯庆龙年，天下春日部学院的怪奇事件，万人救世，幽灵忍者争锋传，屁屁分身之术，涂鸦王国与差不多四勇者，哎，多多转位门，新婚旅行风暴，夺回广智大作战，龙年行大运，幸福龙口利，龙来龙蛋，我听到了，好期待，龙蛋，祝你 happy 龙蛋，龙好，大家健康喜太好。疗愈，华丽大升级，感动再加倍。2月14号年初五晚上6点，欢乐好声音二，悠悠 TV 欢乐献映。欢迎光临，你是今天的幸运客人，请问你有什么愿望想实现？神奇干妈店过年不打烊，2月7日至2月14日下午5点30分特别献映。红子婆婆祝您龙年快乐，天天龙欢喜。龙年到了，一起来说吉祥话，龙光焕发人欢喜，龙图大展有福气，龙华富贵阖家兴，龙福齐天最好运，悠悠 TV 祝大家龙马精神，龙运当头，阖家平安乐融融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。Kimi 姐姐新年快乐，太棒了，是可爱的芭比还有漂亮的贝贝陪我们过新年呢，新年快乐。Yeah.
Anything。哇哦哦哇哦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故事就要开始，未来属于我们，总有好多好多梦想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虽然会有挫折，牵起我们的手，明天永远带来希望。很久以前，大家不知道计算年月的方法，于是玉皇大帝宣布在他生日那天举行动物渡河比赛，最先抵达终点的12种动物就被选出来当作年份的名字。第一名一定是我的，喵！才不是嘞，我才是第一名。跟在他们后面一定没问题。这种小比赛啊，我就参加一下打发时间。嗯，很快的，渡河比赛的这一天到来了。天一亮，鼠小妹和牛大哥已经准备渡河了。鼠小妹，你不会游泳，我来载你过河吧。哇，那真是太谢谢你啦！我的毛这么漂亮，要是碰到水就脏掉了啊。反正我跳这么快，我就跳到上游，然后绕过去就好啦。看我全速前进，轻轻松松拿冠军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噔噔，我有准备好一根木头，我们一起抱着过河吧。就这样，所有的动物都努力的渡河，希望可以成为12生肖中的第一位。终于到了，鼠小妹，你，我第一名。啊！你怎么可以？在最后一刻，鼠小妹耍了一点点小聪明，就变成了12生肖中的第一位，而牛大哥就变成第二位喽。好的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南天门现场的状况，其他动物们也陆续抵达喽。老虎来了，接下来是兔子，还有从天而降的龙，紧接着是蛇，帅气的马，同心协力的羊、猴、鸡，很有精神的狗，以及最后慢慢走进终点的猪。耶，终于到了！呜呼！比赛结束，12生肖就这样确定了。每一年由一只动物来命名，今年轮到我了，所以今年是龙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有提名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恭喜恭喜！是可爱的芭比，还有漂亮的贝贝陪我们过新年呢！新年快乐！